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我的频道。那昨天呢，我做了一个视频，是讲这个，这个斑马公司上面的 VPS 被封的这个情况。很不幸啊，因为昨天，应该是换的时候，应该是前天换。然后呢，到了今天中午，这个 IP 呢，就是之前换的一个 IP 呢，又被封掉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些应对的策略，然后呢，也到这个斑马公的后台给他们，网站发了邮件，然后询问这个情况，然后他们给到的回复呢，就是说，还是因为这个，GFW 给封掉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内部呢，也是，就是他们自己的服务应该是 OK 的，只不过说你这个 IP 在大陆被封掉了 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哈，不然的话我们也上不了一些网站，看不了一些东西。今天的方法呢，我们是用这个 叫做 Just My Socks，它是一个，其实它应该是算帮我公掌握期的一个套餐吧。然后，因为后面它的这个知名度越来越高，然后呢，它的入门套餐其实就变得越来越贵了。像这个 Just My Socks，它的这个最低的套餐是，好像是2块多吧每刀，然后折算成人民币的话，应该是19块钱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操作这个，因为它仅仅是提供这个 SS 的服务啊。它是无法，比如说你有自己的网站的话，你是无法挂网站的哈，它仅仅是给你一个梯子。到达这个网站以后呢，首先你要去注册啊，那注册这块我就不演示了，就是一个邮箱，然后密码、用户名啥的啊，应该这一个邮箱吧，邮箱、用户名，那这边我就不那个注册了，我直接登上去就好了。那你第一次登录进来的时候应该是到哪里？应该是到这个 service 啊，就有一个叫做 old new service 这个地方呢，目前应该是有一个2块8毛8的一个套餐，就是一个月。基本上如果说你要去应对当前的情况，你买这个最低的套餐就够了，因为基本上一个月以后，封锁的这个情况应该会有好转吧，所以你基本上买一个月就可以了。然后它一个月呢是这样的，一个月的流量呢是100个 G，然后允许有3个设备登录，我觉得基本上也够用了吧，然后你直接 order now 就行了，然后就把这关掉吧，这个是一个汇总吧，然后就 continue，这地方有一个。叫什么？折扣码吧，应该叫。这个我是从网络上找的哈，这个好像能便宜一点点吧，便宜个0.1美刀吧，好像。然后你直接 check out 就行了。这个地方也是很方便的，它也提供了这个阿里 Pay 啊，就是支付宝的这个付款，那你进行付款就行了。付款完了之后呢，在就付款完了之后，你在你这个 service 里面会有一个，它会有一个汇总的，里面会告诉你这个怎么去登录，那也是一样哈，在这个小飞机里面你自己去配一下。正常的话它会提供，就是它不是给你 IP 的，它是一个，它给到你的是一个域名，应该是5个域名吧，还是5个域名，然后你基本上你可以在这个几个域名进行切换。我现在用的话就是这个方案，折扣下来是2.73美刀。我觉得就是应对这个当前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案吧。因为我之前在这个斑马公的后台花了
8.7个美刀啊，然后其实就用了2天啊，所以说这个成本还是比较大。像这个的话，因为这个是它官方提供的这个 SS 服务啊，所以呢，它最起码这个还是比较可靠的，而且呢还有几条线路给你供你选择嘛，就相当于它是有几个域名在那里切换的，你可以进行选择吧。如果这个不通的话，你可以切换到下一条线路啊。那后面呢，我发现它这个网站啊，就是有一些，可能你访问的时候，可能它这个也有可能被封掉，封掉以后，你这个地方再加个一，它也是一样的哈，就像它自己做了一个备份，一的话也是一样的那个操作哈。那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就是这样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啊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再见。